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合适了。 我并不想告诉你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去真正的生活。 去经历世界的种种，试着去理解生活的面貌。 无所畏惧的冒险，是我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就这样结束了。 你一定要抓住这些美好的瞬间。